精华歌剧院啊等等那些豪华金国歌剧院豪华歌剧院演唱歌曲，在歌台前你是很少会看到他的哈。对对，而且他最近的那个武林卡啊，武林卡要邀请他出去去表演，那么他的要申诉那个时间是是家里为主。好，我们就掌声欢迎这位来自台湾宝岛，对，那我们这位实力派也是这个老歌圣手啊，欢迎我们的弟弟华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他是来自这个台湾宝岛，你是台中，太巧了，我们现在呢也是这个天佑台湾哈，对，台南嘛有啊，怎么震动？像不是新加坡，北新加坡虽然是个大南小国，还算就是这个人民安居乐业，对，地理优势不错，全世界最好的台地啊，所以你就在这里定居了，都没有定，开花结果了，排名第一。好，我们丁华呢今天也是要带来一些呢他很拿手的歌啊，对，把歌曲你要说慢慢的听，能够听出耳朵，对呀。来，我们第一首歌曲带来的是我选上这首夏木又像花啊，那个了解的歌。好，掌声鼓励丁华，夏木又像花，一首怀旧老歌曲，谢谢您，谢谢。心怀激荡。
谢谢。了解了，那先给你们哈，请您再给你们再时间，不要不避免啊。他跟着大家哈，心态更高，来主持哈，我看什么。好，接下来我继续再为大家选唱啊，我是经过恋爱经典歌曲啊，到时候把这小哥跟着。他这两张是小青青，我忘了在一起几十年代的歌了哈。那你请教两位唱歌。OK， 接下来我先唱这首华语经典歌曲《小青青》，谢谢。我这边在这个啊，就是我们邀请上经典的，就是旋律非常好听的，谢谢。
谢，大家好，再请。好，非常非常，叶少涵，谢谢。这首歌叫做《安平女兄弟》，这一小曲的话，这个背后台南啊，这个经典的这个台南歌曲，发生在也作品很大，一些。那接下来我要唱的是《安平》，安平是在云南，那这是《安平女兄弟》，我听台南的台南话，谢谢。你没听过是吧？他是叫南呆啊，可以演最后最好的配合，你